会吧，然后也是很感谢一下在场的全体球迷，还有这么多年一直支持我们中国篮球的。做出一些贡献，就像每天的我们上下班一样，我们已经为中国篮球上了不少班了。上午第一次训练大概是在8点的结束，练完两波了，马上就要吃中午饭了。下班我采访一下我们队的默克，今天上午练得怎么样了？我跟老邓两个70后垫底，好，现在。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大概我估计美国的所有大学都想要王治郅。就是这个青涩的大男孩，在之后的几年里，牢牢地统治了 CBA 的内线，纵横篮坛，所向披靡。八一队也因此写下了从1995年开始 CBA 5连霸的伟绩。2001年的总决赛，上海东方大厦与挑战不可一世的八一双鹿，21岁的姚明站在了王治郅的面前。在当时，这场总决赛被定义为一场充满决定意义的巅峰之战。2001年是姚明进入 CBA 的爆发之年，场均27分20个篮板的惊人数据，让许多人预言属于小巨人的时代终将来临。但在冠军的争夺战中，姚明却遇到了他年少时一直苦苦追赶的王治郅。
谢谢大家，我也会一直努力，还有二零。